你知道吗？李云也被日本人监控起来了。我想到了，花店虽然没有实质性的暴露，但是日本人和七十六号抓人是不需要证据的，所以他们随时有可能抓捕李云。组织上出于安全的考虑，允许你跟李云同志提前撤离。任务才刚刚开始，此时转移损失太大。 可是，如果继续潜伏下去的话，危险系数太高了。你放心吧，我已经想好了办法，让敌人暂时消除对李云的威胁。好吧，我同意你的想法。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，你知道在哪儿可以找到我。谢谢，宋先生，合作愉快，辛苦。 ジャンズモではないよね。本当か？わからない。少し背が低い気がする。ジャンズモの助手だ。もし青木中佐が追及したら、早く追うんだ。 ジャンズモーが助手に使いを頼んだだけだ。普通のことだよな。この時間彼は事務所にいるはずだし。確かにそうだ。このことは中佐に報告しない方がいい。俺らの間違いだと知れたら面倒だ。そうだな。何も見なかった。ことにしとこう。ああ。ジュン。 您看这种行吗？对，就是这个。谢谢啊，您太客气了。您忙吧，有什么事随时叫我。辛苦您了。您的车钥匙。 张副行长好，小吴，哎，对了，后勤部的预算做好了吗？快好了，下午就交给你。下午还有事儿，交给周同就行了。行，那就不耽误您了。好嘞。哎，陈副行长，来来来，请坐。不必客气了。江上行长，今天晚上您有事儿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 今天晚上我在新青年饭店请客，请您务必赏光。好，好，好。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啊？您猜对了，确实有喜事。什么喜事？我先卖个关子，到时候您自然就知道了。好，那您先忙。
有什么事儿您就吩咐给周彤。我现在要去一趟大和洋行，将请柬亲自送给青木君跟桥本君。好的，我们晚上见。晚上见。監視をした結果、ランズモに異常は特にありません。女性が開いた花屋をよく訪れるのですが、偵察をした限りではこの店にも異常は見られませんでした。異常がなければ問題はないのか。敵がそんな簡単に尻尾を出すわけがない。愚かでした。もしかしたら76号の者を疎開に潜入させてみてはあの女を捕まえますか。本当に問題があれば女を利用して突破口が開くはずです。いいだろう。やるなら秘密裏にだ。わかりました。ディニエの準備を整えろ。こちらはあと2日見る。はい。それから先ほどチャンズモーが私に招待状を、何でも今夜宴会があるとか、若干興奮している様子で、一体何を企んでいるのやら。行けば分かることだろう。全くズモ君は遅いな。一体何をしているんだ。そうだな。そうですね。何をしているんでしょう。不好意思，让诸位久等。子墨君，姗姗来迟，今天可要多喝几杯啊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？该倒倒了吧。好，我现在就倒给你。亲爱的，进来吧。子墨君，真是……这位是我的未婚妻，她叫李云。
各位道福了，哇，真是貌若天仙啊！左军，你的艳福不浅呐！莫君，怎么一直没有听你提起过啊？不瞒您说，其实我追李云追了好久了，他也是昨天才答应我的。今天呢，是我的订婚宴，感谢各位的光临。谢谢大家赏光，真是才子佳人啊！ 恭喜张副行长，同喜同喜！哎，来，咱们就坐吧。请。服务员，上菜。好的，各位请稍等。 昨日の宴会についてなのですが、どうも花屋の女との婚約発表が目的だったようです。まさかあいつ花屋に通っていたのが女が目的だったとは。花屋の女に恋をして花を買うと見せかけて店に足を運ぶのは 自然な行動といったところだな。その通りですね。策略だとしたら何事もやすやすと結論付けるな。はい。ではジャンズモート、あの花屋の監視はまだ続けますか？ このジャンズモーは市長が直に推薦してきた。あまり派手にやると気を損ねられる。情報に監視をさせろ。はい。好你个李世群。 敢在租界里对我下狠手，这次殉难的人员实在太多了，只要在场的无一幸免。你马上给我制定一份上海日伪高层人员的名单，发给志涛，让他立即执行制裁行动。是。 那你先回去吧，路上注意安全。放心吧，我送你。这是一份日伪高层人员的名单，处座命令我们即刻执行制裁行动。来，都坐下吧，咱们分配一下。 因为这份名单上，每个名字下面都有个编号。我们先解决前四个：林秋燕负责一号，我负责二号，志伟三号，猫眼四号。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我有问题，我负责三号。给我一个理由。我之前抓过奸商，对东洋银行比较熟悉。好，那你负责三号，志伟负责一号。 好的，明天一早，我跟志伟带上唐二三一起出去侦查，你们两个守将。是。刚才，更起得长，诉说离了红铜线。 将身来在大家前，未曾开言，我心内惭。过往的君子，听我言啊。周长官，这么闲在啊？我唱段戏给你听吧。行了行了。
我没时间听你唱戏，找你有事儿。坐下聊。我不说你应该清楚，日本人在咱们中国都干了什么？现在只要是中国人，都应该出把力。长官。 别跟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，我也听不懂。有事直说呗。好，我需要你帮我摸摸这几个人的底，把他们的照片拍下来给我。凭什么呀？我还没同意帮你们做事呢。你现在已经可以同意了。 要是我不同意呢？道理我都讲了，怎么做你看着办。慢着，要我帮忙，可以拿钱来喽。钱可以给。 但是你别忘了，你是个中国人。安琪吧，我们活着的人知道该怎么做。咱们去参军吧。不是咱们，是我。 怎么还不休息啊？我想一个人静一静，思考一些问题。你今天有点不对劲儿啊？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早点休息吧。 一点心意不成敬意，你真是太客气了。您前天晚上宣布的太突然了，只有今天补上了。谢谢。您先忙，有事叫我。好，我也替李云谢谢你。客气了，您忙吧。 照片到手了，你的人没暴露吧？放心，除了我唐二十三的人，换成别人可玩不转呢。赶紧的，吃饭。照片你们仔细看一下。大家吃饭吧。哎，吃饭。先吃饭吧。味道不错。 秋燕，秋燕，啊，吃饭。秋燕，吃饭。
呀，长官，我今天在外面跑了一天，脚都快跑断了。还有我的冲洗费用、胶卷的费用，哪这么多废话？吃饭管不住你嘴吗？放心吧，一个子儿也少不了你。得嘞，有你这句话我就踏实了。赶紧吃吧，吃到肚子里面才踏实。吃菜。高层的人员名单，上峰命令我们集合执行制裁行动。扛枪打仗保卫祖国是我们男人的职责，不是吗？国家就只是你男人的国家？当然不是。阿良，你说等咱们回了南京，接着下午汉奸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猜猜我是谁？第二部の印刷が完了しました。井上に通知しろ。受け取りの準備だ。東和銀行に置きますか。問題あるか。ありません。しかし。しかしなんだ。官庁を炙り出す。機械を作ってやってるんだ。わかりました。愚かでした。丁利家が少し気になる。憲兵隊から数人集めて
林檎轩の娘の捜索をしろ。はい。每次吃饭都要等，那什么时候才能吃啊？今天的菜好像还不错。吃不着啊，都是你做的。嗯，哎，你还会做饭呢？他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对呀，他怎么回来还得吃啊？好饿啊！行了，不等他了，你先吃吧。哎啊，吃啊！秋月，对，你回来了，赶紧吃，我做的饭，赶紧吃吧。不了。你们吃吧，我吃不下。为什么？没事，我先上楼了。他怎么了？咸菜不好吃吗？尝尝。吃吧，吃吧，吃吧，吃吧。来来来，老大，吃一个，尝尝，挺好吃的。在想什么？没想什么。是因为张子墨吗？你还知道什么？我是在问你，你跟张子墨……他跟我没关系。我希望你说实话。这是我的隐私，我不想说。我是你的上司，我有权知道你所谓的隐私。对不起，我不想说。Thank you.
让自己去。这样不太好吧？说吧，谁派你来？没人派我来。你是谁？不是谁重要，倒是你。你还知道自己是谁？秋燕，你是秋燕。我一枪打死秋燕，你还活着，太好了。我是林秋燕，我是还活着，但你也许不该再活着。警察局的人说，你家人都死了，可是我怎么也不相信。那个林秋燕确实已经死了，她已经被日本人杀害了。这么多年，你都去哪儿了？过得好吗？生活的好像很不错嘛。上海特别市经济局副局长，东亚储备银行副行长。为什么都是负的？你不觉得你的主子有点委屈了你这个刘过德的金融专家吗？你在为军统工作。我为我的国家工作。那你为什么来上海？为什么要投靠日本人？那个曾经跟我大谈救国和有着远大理想的人，为什么成了日本人的狗？我没有投靠日本人，我在为新政府工作。做什么不好呢？过去我们曾想过一起去同居，想要尽我们的所能一起拯救我们的国家。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难道你不希望看到一个新政府，一个稳定的政府，一个有利于人民的政府？中国是打不过日本的，那为什么不让日本成为我们强国的工具和阶梯呢？狗屁新政府，那是走狗汉奸卖国贼，是日本人杀了我的全家。那个日本人就那么一刀又一刀地砍向了我的父母，到处都是血。就死在了我的眼前，而我什么都做不了，我救不了他。我能理解你的感受，我现在不是。
坐下，咱们的那个人傻坐着吧。他知道该怎么做。我明白，我不是担心他有危险吗？我们随时都会面对危险。回去休息吧。哎，那今天晚上我值班。 要不我陪你？不需要。啊，我休息。 是否也会让你一夜又一夜为何言？送给你一个又一个美丽的诺言。
美丽的春天。